我在陕北看到了一种鼓乐，非常令人振奋。你说的是榆林腰鼓吗？是，有许多人呢一起打，一边打一边跳，气势磅礴，惊天动地。鼓乐呢是最能表达西部人的这种情怀。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献上的就是一个鼓乐作品，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天山苍茫，云海间，西部激情动，正道在人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欢聚一堂特别节目中国西部科技之光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for Gavin special, that's all for tonight, for being with us. 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收看，朋友们再见。再见。
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记载着辛亥革命的那幅浮雕。那些不畏生死、勇往直前的先驱者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一个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被载入了千古流芳的史册。90年，历史的长河记载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汹涌激越。在每一次大潮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那五个字在我们心头荡漾，那就是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同声喊出这最富深情的五个字吧。1、2、3，让台湾传统产业哎。喂，你啲电视台咧系咪好杂噶？冇你讲咁杂啊！咁系咪搵好多钱噶啦？有冇30万蚊一个月啊？有冇女明星追你啦？男明星咧？喂，你阿哥个女朋友好似女明星嚟噶喎？喂，我真系有人搵我拍戏，你话我收几多钱好啊？你好烦啊！你唔好咁多嘢问得唔得？得，咁你问翻我啊？冇嘢想问你。你有嘅，求其啊！我有嘢想问你，即系咧吓，你觉得我呢啲男人咧，点睇啊？你啊？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然咯。水又水唔曬，好用武喎。唔明噶啦。冇嘢想問。咁我問翻你啊，你有冇心上人啊？講出嚟，讓我幫你分析一下，我有咩人未見過喎？人哋護士嚟噶。護士啊？哇，聽講護士好濫交噶噃。黐線，你又濫交？我唔濫交噶，你冇錢，憂上埋我身啊！中意護士，你冇行啊！喂，你使唔使咁講嘢啊？咁係啊嘛，護士一生最大嘅心願就係嫁俾醫生喎。係啊，話你聽，我嗰個咧一定唔會。咁可能你嗰個特別啲，中意病人多啲。咁你病多啲，睇下佢會唔會中意你咯。搞掂。咦，走埋琪琪。梗係啦，開咗咁多晚嘢，輪都輪到你哋啦。拜拜。拜拜。我啊，日本啊。新加坡啊，我觉得